你说这夫子是不是老糊涂了呀？明明前几天才讲过的内容又拿出来讲，我早就懂了。闻故而知新吗？卦象不太吉利呀，哎，宝阳，怎么越吃越少？可不能让他们抢了去。先生好，你家又送了桃片糕？不是，是您姐姐给的，竟然比我家厨子做的都好吃。有那么好吃吗？啊，当然。嗯，您要尝尝吗？那便尝尝。啊？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我都舍不得吃，怎么都拿走了呀？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哎，大人，您回来了。昨日这核桃仁啊，它还剩了一些。大人，您今日还做不做桃片糕了？大人，往后都不做了，把这拿去扔掉。